非常怕，自己流了好多血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有点想哭的感觉。我感觉很丢人，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不敢跟奶奶说，怕她骂我。我看到裤子上有血，怕到躲到厕所里，等同学都去上课了才敢出来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亲爱的女儿，真的真的好想你。你从摇摇学语到现在已经12岁了，当你告诉我来例假了，心里一定感到很恐慌和无助。妈妈为你担心，恨不得立刻飞到你身边。女儿，你不要怕，每个女孩都要经历的，代表着你找到了。记得来例假时注意保暖。永远爱你的妈妈。